저거! 저 밑장님 뜨셔입니다. 请不要消灭陈汉龙。他虽然是个草寇，可消灭了他，唯恐各路土匪不肯归顺皇军呐、反而被八路所收编，难以实现以华制华的策略呀。土匪要什么？无非是地盘、金钱、酒肉和女人呢。可皇军要的是大日本帝国的军魂和精神，马本斋不是也不肯归顺皇军吗？陈汉龙怎么能和马本斋相比呀？消灭陈汉龙！我马本斋救不了陈汉龙，就冷落了各路抗日队伍的心。就是，你怎么去救我啊？用回民义勇队的血肉之躯，去拼鬼子的机枪大炮啊？你们八路不是以抗日为重，要搞统一战线吗？哎呀，这样做救不出他陈汉龙，反而赔进你一个马本斋。我可以用马队策援，把陈汉龙救回来。哎呀，本斋呀、你听这枪声，陈汉龙的部队已经被日本鬼子包了饺子了。果然是老谋深算的。部队集合，是，咱不能见死不救。大哥，你一起为重，是有血性的抗日英雄，赴汤蹈火，兄弟我跟着你。对，我们跟着你。大哥，还是郭政委说的对啊，鸡蛋不能往石头上碰啊。听话，听我的，我马本斋还没有被改变。谁要改变你了？黄大傻子，你他妈也配说话？本斋，本斋呀、静观待变，你再听我一句话啊！部队推迟出发，再等20分钟，啊！我马本斋救的是活人，不是去收尸。真他妈厉害，我撒尿都不热。完了，怎么困在沟里吃弄酱了？
那小鬼子搞什么名堂？光他妈赶咱们，也不往前出，怎么回事？小鬼子，不操你老喽！找谁了？屋子里卖的什么药？看看哪出戏呀、啊！不要说奸，那是守株待兔之计。我是深知马本斋欺人呐，把陈汉龙赶到他门口，他不会袖手旁观。只要他一出来，就进了咱们的圈套了。嗯，小嫂啊，命令黄巾军全体出动，截断马本斋的后路。是，这一次他没劲儿了。喂，啊，传我的命令。大哥，放他几枪，咱再跑他两圈，这方圆几百里的绿林好汉就全都归咱了。对啊，摆摆架势，收买人心，这年头有枪有人就是皇上。可不，屁话，小心我抽你的嘴。这小鬼子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？怪了，他们想消灭陈汉龙，现在不是举手之劳吗？他们等什么呢？大哥，冲吧！别急。这小鬼子在搞什么名堂？驾驾驾！文斋，驾文斋，先不要出发。驾驾，不是不是，驾。咦，文斋，有新的情况。文斋，郭政委啊，你来干什么？文斋，我一块去送死吗？文斋，黄协军已经出动了，有300多人呢，正抄你的后路呢。来，你看，马本斋团长军舰，属下高志轩与团长分别10余载，甚为思念。当年救命之恩，且做今日抗日之报。疆场之上不及面目，望与团长相聚抗日奏凯之时。高志轩，高志轩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，他正从南边打过来，来救陈汉龙呢。妈呀，我是想把陈汉龙做诱饵，张网捕鱼，等着我入套。备马，去打黄协军的埋伏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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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，闭嘴。黄巾军怎么这么不经打呀、啊？咱们枪一响，他们就跑了。都是中国人，谁愿意啊给鬼子卖命？对，是我干的，是我给我。哎，他参谋长啊，哎，他参谋长，你说咱们大队长跟郭政委到底他们谁高明啊？你说呢？我说都高明，你说呢？啊，哎，他参谋长，人家八路一切缴获要归公，嗯，你小子别忘了咱们是回回啊。回回回回怎么了？是是，依我看啊，还是人家郭政委高明，是不是？对，人家是缴获归公，咱们是交给他就算归公了。是交给他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就是听说就是他给八路军报的信儿啊！要不是他，咱们早就钻进鬼子的口袋里了。身上这么9枪，
好几处骨头都打碎了，硬着撑着到了大队部。哎，人恐怕是不行了。大林，大林，大林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啊，兄弟，你说吧。是没救了，干脆给他一枪算了，省得受罪。咱八路军可没这个规矩啊。那我要厚葬大礼。哎，八路军也没这个规矩啊。政委，政委，大礼要说话了。大礼，大礼，兄弟，你说话呀，啊，我听不见。他想说什么？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大力兄弟，我替你说，要是我说对了，你就把眼闭上，安心的去吧，啊！你叫我马本寨抗战到底，要我马本寨和八路军患难与共，永远做朋友，是不是？你叫我马本寨参加八路军啊？大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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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表姑，我给小虎子弄盒饼干吃。虎子，拿来。饼干？啊，是鬼子的，对吧？哎，战利品。给我扔了去。哎，咱们不照样使唤日本人的枪炮子弹吗？再说了，搅和日本鬼子的东西，八路不也一样吃吗？大表姑，
人饿了啥不吃啊？啊，你说错了，你大表姑就是饿死也不吃鬼子一粒米。哼，拿着吧。啊，你拿着吧，我们小伙子不吃这东西。走。大哥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说。去去去去，满嘴的胡骚臭味儿。得，你都快成八路了。大哥，你可不能轻易的在死人面前许愿呢。我听说你要投靠八路，这是真的？是真的又怎么样？你接受改变？我看八路军的为人也没有什么毛病。对，这个我承认，可对咱有毛病。咱是回回，一旦成了八路，咱回回的礼教不就全都完了吗？抗日国难当头嘛，还顾得上回教？八路肯定会这么说。本斋呀，军机大事娘不管，投八路的主意你自己拿，开弓没有回头箭呢。大表姑说的是，这回头路可不好走啊。少夫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大哥他。给大理他们家写信呢。嗯，大理的娘和媳妇儿都叫日本人给杀了。哦，我倒忘了。队长啊，明天要去收编陈汉龙，你跟他去啊，负责保护。我有啥能耐？政委，人家的回回姓我惹不起，人家眼里根本没有我。政委，明天我请侯班长当我的警卫。我不伺候。你到底有什么本事？
郭政委还挺气着呢啊。干什么？去你妈！这小子想把船弄翻，看来他陈汉龙不欢迎我去喽啊！还是个水怪。我说马大队长，这山门怕不好进呐。他陈汉龙耍什么威风？想当年我没杀他，是我把他放了，不听政委劝，吃亏在眼前喽。侯大傻子，要死我先拿你垫背。哟，来了，是马本斋吗？你们陈队长在吗？在。站住！哎，站住！哎，把眼罩给他蒙上。马本斋，当年你用鞭子抽我，开枪打断了我的胳膊，这笔账咋个了法？陈汉龙，我马本斋现在是个小老百姓，我这次来主要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地方抗日的事儿。过去的事儿，我看咱们还是先报国恨，再了私仇。我要是先了私仇呢，只要你抗日，你可以先拿鞭子抽我，然后再打断我的胳膊。好，慢着。陈汉龙，你也是绿林道上的，难道你不懂得鱼不欺水鸟不压天的规矩吗？当年要不是马队长放了你，你能有今天吗？照你那么报私仇，以后谁还敢投奔你啊？你是干嘛的？马大队长的侍卫。长娃子，你得懂得好歹，那回鬼子把你团团围住，是马大队长给你解的围，这份情你得领。哼，那我得感八路的恩呐、啊、我就是八路。好，马本斋，你是八路吗？我想是就是。这锅里炸的都是替鬼子当说客的汉奸，他们的钱我收下了，可人我不能放走。兄弟，你抗日的决心我马某十分钦佩，不过
你这种做法未免太残酷了，我不赞成。哼！哎，郭政委，我大哥不在，你不能擅自调动部队，我们不接受八路的调遣。郭政委，郭政委，哎，小柱子，小柱子，别急，你看信，弟兄们，郭政委是怕大队长有什么闪失，才派人去接应的。联合陈汉龙抗日有什么闪失？速成，你看，陈汉龙已经投靠了日本人。何大傻子，我有名有姓。哼，我就叫你侯大傻子。其实啊，你一点也不傻，难怪郭政委叫你前来保驾。哎，侯大傻子，今天你那两眼盯着那口油锅，是不是馋人肉了？哼，那锅里啊啥也没有，那衣服啊是白给你看的。好，好眼力，不愧是绿林好汉呐、啊！所以，我答应明天跟他比刀。输了赢了，又怎么样？输了，任他发落；赢了，陈汉龙和我联手抗日。他们敢动马本斋一根毫毛，我他妈炸死他们！陈汉龙，我早就说过，你赢不了马本斋。咱们各走各的路，我送你出周龙殿。都不行！不行！少将，不成！再不上，别把我弄了！队长，别动！陈汉龙被周朝人收买了，
才三天的时间，抗日就变成了亲日啊！什么汉奸？大哥，可为了救他，十几名八路军兄弟的生命死得冤呐！陈汉龙，我是你娘！马爷，饶人！饶人啊！哎，处长，把枪给我，让我把这帮狼心狗肺的中国人全屠毒喽！文斋，咱八路军不许杀俘虏。我最恨的就是中国人当汉奸，我最恨的就是中国人当汉奸。别害怕啊，土匪高兴，我哈大爷也得乐呵乐呵。黄少虎，黄少虎，啊，你要干什么？看什么？我是看他俩可怜。黄大傻子，我想可怜可怜他俩，碍你什么事儿啊？缺德吧你！他妈的！呸！你就用这些个东西来对付一个见利忘义的惯匪，确实是比坦克大炮更有效啊！哼，把他拉出去毙了。是。八路军不是不杀俘虏吗？八路军也不是菩萨。本斋说的对啊，我也恨中国人当汉奸呢。怎么？你出卖了一个村子，猪狗不如啊！枪毙你是便宜的，把他拉下去。报、哎哎！你们说不杀俘虏，是可杀，不可辱。哎，等等，沈克子弹。把他身上绑块石头扔到河里。走走，郭政委，你说的对，土匪不见得都抗日，可不抗日的土匪早晚当汉奸。大哥，大哥，这是高志清送来的紧急情报。嗯，本斋啊，周超人比你我更了解陈汉龙的为人呢、啊。假如敌人把卧龙殿建成前置平原三个县抗日武装的水上堡垒，那么回民义勇队就会处在很被动的地位。那俘虏怎么办呢？哦，哎，你们不是有300多人吗？啊，除了被鬼子打死的，都散了。我们有的兄弟也不愿为鬼子卖命，我们都老了，也没有家，活一天就算是赚的了。那你就甘心给日本人当汉奸？就想吐口吃的。有奶便是娘啊。啊，不错，就是这么个理儿。拿着钱去投抗日的队伍去吧，死了也捞个好名声啊。哎，长官，我想跟着你们。哦，哎，本斋啊，你看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王老黑。好，跟着我吧。不是你，是八路。一九
1938年春，马本斋率领他的家乡子弟加入了八路军的伟大行列，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回族抗日武装回民支队在冀中平原诞生，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上增添了独特的风采和光华。出去。是。不动。进来。不动。老记不住。要报告。是。说。什么事啊？哈少不打人了。谁敢再闹着要去清真寺啊？啊？现在咱们都是共产党了，去哪儿啊？快！不能再信真主。国政委说了，共产党人都是无神论者。那我不当八路还不行啊？你他妈敢顶嘴！我操！八路干什么？司令员，八路军纪律严明，我在整顿军纪啊。屁话，你这是军阀作风。把扣子系好。司令员，司令员，司令员，这是他打的？不是，不许撒谎。是，八路军将官兵一致，爹爹，给我狠狠地打他！哎，司令员，哈参谋长喝酒打人，要做检讨。哈参谋长，你去给他赔礼道歉，啊？我给他道歉？对。哼，这郭政委，怎么不能打他？这不公平吗？谁打人都不对。谁说不让你们去清真寺做礼拜了啊？共产党讲的是宗教信仰自由啊，不要偷偷摸摸，要光明正大，咱们整连整排的去啊，让马司令员带你们去。过去啊我没讲清楚，我检讨。从今往后啊，如果你们让我也进清真寺啊，我也去啊，啊，我就不信真主他不保佑我啊。政委，你也入我们回教吧。哎，对呀，就是同志们，回教吧，回教吧，回教吧。郭政委，他尊重咱们回教，他把通讯员朱文玉的名字都改了，叫小黑子。这一年多来，他们一口大肉也没吃过。戴队长啊，哎，有话你快说吧，人多眼杂不好看，怕啥？我如今是八路军了，还是副大队长。哎，我问你，八路里边要女的不？哎，你要当八路？那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了。我爹说回民支队不是看家护园子的，早晚要开拔，那我怎么办？哈参谋长，别管，别管，哈参谋长，哎，你看，哈参谋长，哎，哈参谋长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少管，哎，哈参谋长，哈参谋长，你干什么？
会看穿他。我闹不懂啊。急什么？哎呀，等着吃，比他妈等什么都难受啊。来，大伙儿别捅出去啊，后半场给他面子了。咱可说好了，可就这一回啊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韩少夫来了。啊，快快快快，快把席子盖上。快点快点，哎，你干什么？躲开。哼，郭政委自食其言。来人呐，呀，把侯排长绑了。是，你们不关侯排长的事，我挑了头。那好，就绑你。郝少虎，你别欺人太甚，我们可不是回回。郭大傻子，想动武吗？别闹，我跟你们去还不行吗？啊！哼！哎呀，可真绑起来了！郭政委，别让他吃的太可怜了，吃个大肉。郭政委，你也没办法了。哎呦，这大家静一静。大家静一静，让他过去吧，不要说话了。行啊，都是回回。这个问题由郭政委来解决，谁要不服气，我马本斋的鞭子可不认人。同志们，在回民支队里，汉族战士严禁吃大肉，这条军规啊是我定的。侯爱国带头违反军纪，应当处决。外国，闭嘴点吧。你还算是个烈士。等一等，政委，还要不要民主？怎么个民主啊？同志们，同意处决侯爱国的举手。啥鸡巴大事儿，不就是喂口吃的吗？我买的肉，我带着头，不管侯排长的事儿，我嘴馋割我的舌头行吗？哎，谁来割？你来割，你来割，来来来，割割割啊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呦，费心难移，像个八路军的样子吗？谁叫你出来的？不对，是，可刚才王老黑说的也对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不就是为了一口吃的吗？啊！不过，我们不能忘了，我们是军人，军人就得服从命令，哪怕他错了，也要服从。现在我宣布，侯爱国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同志们，你们要记住，八路军战士不能私自喝酒，不能擅自回家过夜，记住。咱们不再是马家军了，而是八路军了啊！弟兄们，我来说两句。现在有人挑拨回汉两家的关系，而且还不许胡说。郭振东政委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你们二人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啊！本斋看准了人，看准了路，就要义无反顾，绝不后悔呀！啊，这事儿我已经想过了，也早就认准了。不过你军中的事我都知道，本斋，我送你一句话：为人
不可猜忌多变，刚愎自用。你的为人我都知道，为了抗日大业，你是一片赤胆忠心呢。可是这用人之道嘛，杨老先生您请讲。你何必重用哈少府呢？哦，他呀，本人你看，英雄的成熟来自于时机。马本斋开始认真地思考并审视自己，他得出了结论：他所敬佩的白老亭、郭振东、高志轩和大老李，其实都来自一个无私的整体，一个和宗教截然不同的正大